看到最后的人已笑晕。你去把你这姑娘账结。老板买单。那位先生没带钱，他想让你帮他买单。他。好吧。怎么样啊？哎，不稀罕你，不稀罕你。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他妈吃屎了吧你？说大声！你这个人吃屎了吧？你吃屎了吧？我刷牙不是因为我吃屎了。我对你主动，其实我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人。毕竟，爱情来得快，走得也快。懂你些，我是个很随便的人，可能你很快，真的很快。我对你主动，我就是随便的人，我知道你很快。跟姨娘说，说屋里还有啥脏衣服拿出来，爹给洗了。啊，爹说了，他饿了，让你给他做饭吃。你问你爹，是不是中一万摔就走？爹，娘说了，你住这儿，娘给你做好吃的。跟姨娘说，爹不走了。娘，爹说了，你只要给他做好吃的，他就永远不走了。钱，爹，娘让你买一碗猪头肉。